被牢归了。啊，对对对对，小花仔了。哎、欸、我，哎、欸、兄弟，这样等一下，最后。太谢了哦。哦，他是剑走又技巧啦。小吴呀，我来了。突然有忙下，我在那边忙死了。你要帮我把那个。哇，你啊，汗湿哎。哇，天哪，多累！你是跑了多久啊？你是真的。过来。哦，我的手。哦，这。跑出来了，还好吧？哇！好漂亮哦！来，跑，向前跑。经过小脚很大，等一下，为什么你这样子跟撞了跟撞的时候不一样？好像嘛。这附近枫树湖还有没有什么好玩的地方？很多，真的假的？就一条路嘛，你往山上走，再往上走，往山上去，那都没有路了，没有路了，说到没路了，说到没路了，那要做什么？我们又跑到好吃的哦，对。I can't believe how quickly it goes by, like water under bridges, like riding in the sky. 炳哥，对哦，你好，你好，哦，阿弟今晚在路上，是韩族了，哦，韩族哦，啊，哦，这个我们炳哥啊，最有名的、厉害的拿手的姜汁地瓜汤。你们有没有吃过？没有，好吃吗？好吃，好吃吗？这个算是哪一种？我那种57号品种，57号，台湾57号的，因为红的会比较软。这个我切的话较 Q 了，较 Q 了，这个较 Q。因为主要要水煮嘛，你要控汤嘛，那所以它不能过软。等一下，摄影大哥，所以年轻啊。就是傲笑脸，那手插口袋，有这么冷吗？你们两个超冷的，超冷的，冷死！我就插你的口袋，我也没礼貌哎。那大哥，我们可以，我们是要帮忙的。决定等于下皮啊，剁一地啊，剩下有来包丢啊。那就不啰嗦啦，既然这样壁垒分明，我们这个叫自然分组。哦，自然分组了，哎，已经分好了。但是我们就到外头去，好去走一走哈，就去采姜哦，包哥说算。你们负责这个削皮啊，削皮啊，削好啊，剁地啊。OK， 好了，那我们去了，好，今天下回我们来搬丢，哎，搬丢，好 ，OK， 好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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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OK，
有21种的氨基酸，各种食物你吃不到的。在你们这边除了地瓜汤以外，其他的人来这里附近会来看什么？都是看花，我们花太漂亮了。花，我们的茶花、情人节、贵夫人，还有我们的木莲花。茉莉花，还有楚霸王，都是这么大朵，很漂亮，超漂亮的。对，你看这个是这个整片山都是这个天然的造景，完全是天然的，没有人工去破坏它。这么好，嗯。有啊，种伫下啊吼，啊你即摆爱甲这边啊这田一山，啊田一山，哎，这边啊田青青啊这类，哎，姜是长在地底下的，土里面，对，这是竹姜较香，竹姜哦，啊较细条，哎，比较小，但是你知道种姜的人呢，很猛哎，他怎么说？但平哥是得弄力哎，哎。你知道种姜，姜一种下去啊，收成完之后，这土地要修3年。哎，对啊，也不能种别的。所以姜有的时候很贵啊。是，我先看我。我买。Okay, 因为也只有种的人知道它种哪里，对，它长出来人家不知道，像我们不知道的，对，我就从中间一下，啊，就那个，就那个，你哦，对，现在把哦，哎，你不是要继续哦？就啊，你加哦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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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说你剪，我唔知讲你剪几多条，这东西，嘿，啊，白灰在哦，它跟姜黄又不一样哦，姜黄就满地随便你就一直踩，一直踩，全部踩起来，也不怕伤到，不怕，姜黄就拿起来，把它打成粉。哇，看到姜就很开心哎，还有这里，哦，啊，你个欧登去啊，你啊，我来你家头欧阿前面，欧阿前面就可以了。哦，它好像我们在吃日本料理那个，对，那个姜的那个味道，你在煮姜都太有理了，太有理，辛辣味应该讲。哦，闻到这味道就觉得，谁要去渔港切个生鱼片来一下？哎，郭大哥难得来一次，哎，你等你等懂了，哎，你直接削片了，切片了啦。真正唔知进入亲啦，所以我跟你要种的人才知道，真的，用很，你想把胶给伊就倒了啊 ，OK， 哎，安尼，哎，安尼好给就可以啊，哦，就是，哎，啊，你把这个头轻轻的啊，哇塞，哦，这头啊白照是不会再给当的，很多哎，曾经有人在古时候啊，在野地里面有没有，他采草。小不了，这样又挖下去，哇！出人命了！有小孩子被埋在那里，哎，他手指头、脚趾头，其实他是姜，姜，对，就没有是姜啊。哎，所以他也是宝贝。我的头啊，白话清气，但你卡片鸡毛的，基本上是拢会生办啦，对不对？对，都可以啊。像现在这个，他这已经可以，这老姜啊，老姜，这已经老姜了吗？这老姜啊，这几年呢？2年了。哎，这个拿来煮姜母鸭啦，姜母鸭很赞哦，是啊，够新老姜呢。像你种安尼种两担，敢会奈何？姜的价钱很好哎。哦。像今年，伊这个竹姜较好个，一斤拢100呢。哦，对啊。小尾拢100。哦，小尾就100。哎，一斤100。哦。对啊。哇，那这出去竹姜较贵，价高3倍。你这，你安尼种，你只要在开阔的地方，你敢不去用头客过？袂呢，阮只无人。恁家袂吼？阮家袂。哎，才这么小一块，就这么多。对啊，已经半袋。其实哦，住在这边比住新义区清幽很多啊。清幽，哎，很清幽。而且人的那种与世无争。对啊，要不然你看包大哥怎么会出来跑外景？对，他就新义区住到觉得。新义区也想这样。哦，哎，摸摸土哦，嗯，那种感觉很舒服，对不对？真的，如果能打赤脚，那就算了吧。可以啊，你可以打，你可以打赤脚。不是，我们家狗狗啊都不落地的。我如果打赤脚，我会被赶在门外。所以出去每次在带他们出去遛狗，我们就啊都是六人嘛。对，因为他们是上下的双层巴士推着，有2只嘛，2只狗狗。哇塞，那睡觉跟我们睡啊，主要是我老婆。那你会跟狗狗玩接吻的游戏吗？会。你知不知道你都亲到别的狗的屁股？没有，你要闻一下的。真的很多哎，很多。我觉得还有，还有啦，是我们没有挖得很深的。但是这个体验，你看看，哎，半袋多，看到没？
有多少？你要这条没三万，我们的土还已经剥掉很多。要不然这样啦，这条没有三万，我跟你讲，这条接下来的我一万块跟你买，收成多少？好好好，真的假的啦？真的啊、哦哎，真的假的？哎，被他这么一好，我感觉我被骗了。Never alone, never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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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alone. 好了，这个是豆哥跟宝大哥一起拿回来的姜，只要加进去，好，很香嘞。鸡，母鸡，非常漂亮的。切得很平均的地瓜，非常平均。那一块是什么？这个是皮啊，你是对不对？哇！好好的，多可爱的地瓜，真的好可爱，是不是？嘣！接下来就是我们的黑糖吧。我们要加几次？就不要那么多，半糖，两三次啦，来来。半 ，OK。冷冷飞一分糖，很棒。应该要盖吧？喂，好，很多花，我要不要去拍？好，走。嗯，好香，吃了，好甜呢。你要先蘸酱哎。我觉得黑糖可以再加一点点。真的吗？那我们再重煮一锅好了。可以啊。我觉得完美。你们在讲好像，你们在讲好像，哎，我摸着良心讲，真的很好喝。好喝好喝，真的很好喝。因为每个人口味喜欢甜一点，或淡一点，辣一点，咸。但是它这个整个地瓜跟姜汁的味道，弄盘共共集合在里面。我要非常赞扬它的地瓜，真的好好吃。地瓜好吃，真的是地瓜超好吃的。而且你喝那个汤，这个地瓜，它的饱水分很浓。而且不会就不会散掉，它还是整块的，口感有，水分有，就是真的好好吃。那我们接下来怎么样？下来还有打工吧。阿秀姐一刀。啊？哎，阿秀姐，哎，好，我先把这个吃完了再去吧。胃口很大哦，没关系，都吃完。不怕你吃，吃。真的，尽量吃。快加入，快加入！请问今晚助学家 YouTube 会员一起支持我们哦。哎，阿秀姐，哦，你好，你好，哇，哎，你是介绍的，所以你这边一看就知道是阿秀姐，对的，为什么？手哦，阿秀姐，你穿的粉红色哦，哎，对，好秀丽，少女心哦，真的呀，哎，三天哦。这位是李姐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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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响当当，李姐跟阿秀姐应该也看过《来电50》吧？有，来电50。哦，真的啊？哦，这个是指主持人啊，主持人。对，哎，这位同学，我自我介绍一下，我叫曹希平。同学，哎，好，不要，开玩笑，我是包伟明的。阿秀姐，我们今天来这边呢，是有人特别介绍你说来这边，我们可以学到很多美食。说是很传统的，超阿贵，传统的，漂亮。哎，我超爱吃超阿贵，真的，我也超爱吃超阿贵，超阿贵，超，你们两个绿色的，我们没有吃过哎。超阿贵，来念一遍，超阿贵，超阿贵啦！你们在骂人啊？前面不要加这么重，不要加这么重的音。用炒 ，OK， 要不要混粥？我们分组了，那这一次来宾先包大人先选。怎么好意思？好了，我选。庆年呢？一千人啊，我的 party 嘛，你 party 啊，真的让我选 partner 和你拣 party 是什么 ？party 就是趴在那边，知道吗？趴在那边，趴在那边，对对对。来，我看你们两个谁趴得好，来，预备，趴下。好，哎，那你们两个怎么这么听话？是吗？趴的好，起来，可以 ，OK。这样子好了，是不是？我看到了五羊趴的不错，那我选五羊好了。好，你选五羊。好，来，过来，五羊趴的比较成功。等一下要赶快去炒那个萝卜丝嘞。哦，真的哈，我以为你说我等一下赶快去倒垃圾。炒菜波米呀，菜波米，波米呀，你不说将来啊？其实你们不知道，阿秀姐基本上个性是比较急的。猜猜看什么星座？什么星座？母羊座。没有啦，我跟你讲，等一下你们进来坐。金牛座，你等一下。
像博爱座，是不是？天秤座，超阿座。好啦好啦，他是什么星座？好吧，我是很好奇。好啦，潘少来讲，潘少潘少。有人知影微博啦？知影微博。妈妈呢？这个帮妈妈还是什么？好，现在我们炒的就是蔡波比的，蔡波比以外归卡。哇，这是有吗？对，有，你有啊，对不对？对，两卡归卡。我们是不是要加加火了？多几口，三口。等一下，啊，多几口。OK， 四口。好 ，OK， 来。那现在需要什么？虾饼。OK， 这边。半包。归口了。OK， 好。下了，好啊，下了。好了，撑到了，哇，撑到了，好，可以撑包了。还有什么呢？片方的，这个肉吗？哎，这个，多少？哎，一半，一半哦。你就把它切一半。有没有洗手啊？啊，有，我其实有洗手了。哦，哎，他嫌你呀。哈哈哈哈哈哈。这基本上这样行啊，差好些个哦。哎，这个差好些 ，OK。太老贵了。啊，对，这我知道。哎，我。哎，兄弟，这个等一下，最后，那现在呢？快帮你，等一下，我来，等一下，太谢了哦。哎，哦，它是这样子哦，又技巧啦，是这样转哦，就是别再想优秀啦。对啊，转一转，快打好亏掉。OK， 好，来高啊，我来。好，伟明哥会了吗？会了吗？我会了，学的蛮快的。哎呦，这个花好大哦。哎呦，你看他还可以跳舞哎。不要太大，烧焦哦，你不要擦哦，它摩擦的刀啊，先来搅拌那个桂。我们好复杂哦。对呀，你不知道做这个桂很复杂。超复杂的。哎，没有啊。那你现在我帮你什么？哎，我这个。侮辱，是什么？啊？拿去，来，就这样吗？就这样，搅拌。我至少补刀肉。我没有停过哦，还是我们故意的，不能停的。那我们现在到哪一个位置？这个是什么？这是那个米。这个机器要干嘛？这是米哦。对，米呀。米。哎，是米。要做贵的米啦。哦。你看在这里啦，这个纯米的啦。哦，真的。来，米啦，米全部放进去啦。现在吗？全部啦。锥也要倒吗？对，这里吗？对，倒进去。这里。对，倒进去。好，就这样吗？哎，对，倒进去。好啊。我继续哦。好。你往后落啊，你。哇。轰啊！你每个冒泡啊。我看一下。哎，你每个冒泡啊。哦，这样。对不对？你那个勺不能扶起来。不然行吗？有。咖啡色的时候再跟他讲哦。咖啡色现在还不能倒上。哎呀，倒一点酱油。哎，已经这边掉掉了。啊，我还在放哦。好，全部倒进去哦。好哦。哎，啊，然后，来那个拿下来。这个。这个全部你倒在这里。哦，好，倒在这里。啊，然后再放进去。OK， 懂了。OK， 好，我的米都不浪费。好，要小心不要掉在外面。OK， 好，这个不能停。所以这个偷吃要记起来。对。都臭回答都阿秀姐嘛。来，导游要搞阿姐，规个落落。我拿不起啦。到三分之一。好，来。好。哇，好香哦。来，再拿。好，能抓扣掉。来，安尼，一扣，安尼，搁一扣，
一口够一口，好不？好不？够一口，够一口嘞。OK， 好好好，来。来，这个这个。来，这把这。那个钢管呐。啊，你用刀的。小杂的。没了，没了。好了，好了，好了。好了，好了，好了。快点哦。这个做菜啊，我跟你讲，就不要客气。要霸气，你的糖啊。我去找阿姨。好，阿姨坐好了。阿姨不见了。阿姨在哪里？你是去哪里了？我去买好多东西。那边好了。好了好了，那边好了。我要回去了。他继续，我再回去哦，好好好。对，阿全继续。再往前方三秒。来，那个我来讲。这种对，都对。继续，那个摄影机。这个糖了，糖。这是糖。糖。不用客气，全部上。这样子。好了好了。好好好好。哦，就跟对了。好了好了好了。哎，这就胖了呢。你那个米要弄干净了，这样不行了。哪里不干净？米啦，全部要倒进去。一粒一粒的米都不能浪费，对不对？那米不能浪费掉了。好，你可以去照顾我们的维明哥啦。我怕他的手会断。哎，好阿妹啦。对，维明哥的手到现在还在那边一直转来转去。我在这个节目这么久，这是我第一次做那么慌的一个工作。我发现你选错组了。来，这个倒进去。再倒进去。对，因为油不够。好，谢谢，感谢二厨。啊，哎，今天我当大厨，谢谢。大厨。阿妈啦，吼，阿妈，我现在在屋内，你坐，你去电视台啦，啊，去电视台啦，安尼哦。哦。我你知我啥无？我叫包伟明。安尼哦。嘿嘞嘿，你知无？怎么照片？你不跟我讲，我才知啦。好，我给小抄，我给小抄。谢谢，超大，超大，是我妈妈传我来，对吧？跟着超大一样。我在。来，我炒两下，炒两下。炒一下。好，我就妈妈传我来。好了，妈妈的啦。好，妈妈的烤。做三十米啊，三十米啊。你嫁过来一开始会做吗？不会啦。刚开始不会做。哇，那你要经过多少时间的这个磨练？十几年了。那你有没有坦白讲，有没有曾经哭过？没有啦。不要不好意思讲。有没有曾经早上起来偷偷哭过？不会啦，做这个像我才做一下，我的手就酸成这样。我去拿那个啦。你看掉眼泪了，不敢讲，还想你看像是有点拭泪。超阿贵，我们现在来去搬超阿贵的超啊，超啊，对，超啊，超啊，不是超啊，是超啊，超啊，对，超啊，耶，超阿贵，来，你们待会呢要去摘的就叫做这个草，这个草的名字就叫做鼠曲草，哦，鼠曲草，鼠曲草，对，那这个做的就是我们待会我们要做的超阿贵，超阿贵，超阿贵，就是用这个草做的，好，走，好，那现在呢，好，现在你们都看过了哈，看过了哈，我看了一眼，你们待会的工作就是要去摘这个鼠曲草，那你们每一个人摘的分量就是你们这样子一把。它都隐藏在里面，踩完了谁先踩到谁就先回到这里。好，没问题，好不好 ？Let's go， 然后来检查。好，对，要检查有没有踩错哦，好不好？那我们现在就开始。我远远的就看到了一撮，有没有？这一撮你不爬上来，怎么可以呢？哇，我们这个好，哇，他们看，哇塞，我不知道原来这个就是做超阿贵的原料，找大一点的，小的刚刚继续长大，你知道用剪的比较好，
因为呢不用连根拔起，它就会继续长，对不对？哦，那棵这棵看起来就是，哇塞，它可以做五棵超阿贵的啊！哎，走那边，你看这边都已经开花了，是不是这个？这个对不对？来。这个一定很多，哇，这个从来没有看过，我也不知道是可以吃的，蛮香哎。哇，不错不错，采不少哦，是不是？是不是？是这边呢？对对对，哇，你，嘿，你，这个不是我捡的，这个不是。我跟你讲，我觉得你采的不是去采做食物的，你是准备去上插花课的吧？没有，我还有这个玫瑰花。哎，等一下，我们摆盘的时候可以撒一点。哎，你这个蛮美哎。对，这蛮美的哈。对啊，白白的。哎，这个花原则上我们待会做的时候，花会剪，花会摘掉。它这味道跟那个什么月桃叶已经有一点点接近。月桃叶有一点，其实有一点接近，就是那个香味，因为观众闻不到那个味道，它就是那月桃叶有点接近，很香很香，花香非常香哎。干干干，回去来做超贵。回去吧，走，走走走，用这招。帮我把那个哇，你啊，汗湿哎，哇，天哪，多累！你是跑了多久啊？你是真的，这个工作哎，明天手会变僵。我这是很担心哎。哎，你是阿秀杰呢，我是包伟明呢，我的腿很厉害，我的手输你一大半，来帮忙一下，你来，我来拿，应该是我来拿吧？那边，哦，哎。阿秀姐，我炒的好不好？好吃，谢谢。哎，炒的看起来很均匀。第一次炒，很均匀的。我是有用心的。哎，第一次炒的很香哎。真的，我没有贿赂哦。厉害哦！我已经快瞎掉了，被烟熏的快瞎掉了，但是就是有感情。不会，不要弄在地下。不会，不会。好，再一次。再一次。好 ，OK， 好，干净，干净。好，来放水，放水，快，放水，动作快，你要赶快接水啊！好吓人了，好可怕！会，好啊，这个就先放旁边。哎，去拿个筷子给它弄开。OK， 拿筷子先弄开。筷子，筷子哪里？筷子，筷子在这里来。筷子来。有了，没看到吃一口。阿秀姐，这你家我筷子，我差点跑到厕所去。啊，没人跟我讲筷子在哪里，就你们就拿到了。好，我们要来真的都迷路了。来，我们要。好，开始是吧？从中间把它给我一条，给我一条。我要来包生吃给你们吃了。好，来。我们包。你吃一点点，好吃。你都吃了吗？我吃了。那你烧的好棒哎。嗯，好脆哦。前面还生生的，我生的也有吃。炒完之后那个香度特别香。对对对，立马它有立马。它拌一下，拌凉一点。哎，里面那个是我刚刚不是放了好多猪肉吗？在哪里啊？没有。它那完全是爆香变成香油的，它我说那个猪肉啊，对，完全，它等于是爆香用的，是哦，对，它只是要它的油脂，它的油脂哦，好特别哦。我们现在要给大家看就是脱干的画面，你们记得这边好像有一个洗衣机吗？你们看那个米的水都已经不见了，所以它在边边就已经干掉了。那你们看一块一块，真的拉不起来，真的拉不起来耶。可以一边拿一边拿，不能真的太重了。哦，好，一边再拿起来。哦，有了。好，直接这样子吗？对，好，等一下哦，一二三，来，五，好。所以现在呢，我们已经把这个干的放在里面，对不对？对。那这个要干嘛？这个要放进里面搅，才有办法连在一起。对。OK。哇，所以水下去就不会 Q 了。啊，懂了。对。还要吗？还有浸不下去。浸不下去 ，OK。
个还有点筷子，因为它好花哦。对，好，这样子。还有一点。哦，不用散开嘛，就直接一坨。太多了，好，可以可以。这样就好了吗？啊，不是，大力一点，大力。哦，对。有。哦，可以可以。那就开始搅拌了。正开始搅拌，搅好了就像刚刚一样，全部连在一起，就可以做了。哦 ，OK， 哇，你们看有没有？真的好酷哎！自己摸，我可以摸吗？可以，你把它拿起来。它不会咬我吗？不会不会。哎，不是，你拿一点点起来，对不对哈？看你这，哦，它的粘度跟那个哈有没有 Q？有 Q 的，有 Q， 有弹性，对不对？那这才可以做，这是对的，可以的。OK， 好，来。我在这个地方，这个你看一点一点有没有？这一盒一盒黑黑的，黑黑黑黑，对对对。那怎么了？这个就是真正的用炒做的哦。市场去买的，他们不会这样一点一点的，没有一黑黑，它全部颜色都很晶莹，就假的。好，谢谢。教我们怎么包，我们后面自己来。所以这么期待，这样子哦。嘿。先拿一坨，来压边，这样子，好。然后呢？我们跟压扁了。哦，这样子，这样子，哎，这样子。手有没有洗？洗了，要洗了，我已经洗到手都破皮了。这样，然后呢？啊，来放在这里。要剪。哦，一格一格了。来了，要剪了。谁剪了？哦，这个不能沾到油呢。对呀。好好好，这样吗？好，可以的。给我，给我，给我。可以的。我讲，我负责剪了，好不好？好，你就剪那个小块小块的。小块好了。那你要我做球哦，这样子一天大概要做多少颗？哎，一天都300颗有了。都是手工哎。都是手工啊！你这样把那个，等一下吹起来，那个线跟那个皮都分开了。哦，分开，可以了，可以。来，红豆。哦，红豆，哦，甜的。红豆好吃的。红豆，来，我要红豆，红豆，红豆。红豆，这样子够不够？对对对，够不够？再多一点。哦，所以现在都不用没味道了。现多好吃，哎，你不怕人家吃哦？对，我都怕现很多哎。这会不会太多？太多了。太多了。其实这个包红豆就是一定要现多，他不怕人家吃。红豆记号。哦对，红豆还要做记号。对啊，不然你等一下菜包皮跟来。做记号。要记到才知道这个是红豆，那个是。那你刚才红豆在哪里？这个啦，对啊，你也猜不出来啊。这个啦，这个啦，还没放叶子的啦。来，这个可以放吗？红豆，来红豆，来大哥麻烦一下，红豆。你是这颗已经做了8分钟了吧？没，帅哥哥是红豆味道，红豆，红豆。那这个是萝卜丝啦。这萝卜丝，你那个这是咸甜，咸甜，这个是甜。OK， 哎不一样，它叫什么名字？羔羊。对，对对对对，要改名的啦。五羊谁知道啊？对，你讲武松，人家还知道，对不对？武松你知道吗？先搞完。武松打虎啊。对啊，武松打虎，五羊啦，一个五羊，是高羊，哎，拍谁拍谁拍谁？哎，给他改姓了。对的，没有改姓，没有改姓，你给他改名而已。改名可以，对嘛？我包三个，你们那个还没包好。真的啊，聊天两包被抓到。嗯，这家好可爱，好可爱，我很喜欢，我想阿秀姐。妈妈90岁了啦。你90岁哦？对啊。你咋知道会哦？阿妈高十岁，高十岁啊！哇，你头毛够遐多，会生长啊！哇，你头毛有够多，你真正你比阮较侪，足侪人头毛够遐多呢。你够会包哦？你够会晓包哦？我是拿来包，我是欧。真的？对对对，他会等你做快。阿妈开始做，他包得很快，包得很快。做嘞就做得好认真。哦，你假意啊？没啦，真的没啦。给他一个赞。OK， 来。好，你站过去，我站过去哦。对，你站过去，放下去。哎呦，是这样子吗？对。啊，对对对。OK， 小心。哦。这样子吗？啊，对，这样进去。OK， 好。我真的误会了，我以为炒阿威是用炒的。对。它是用蒸的。有啊，刚才炒的。它是用蒸的。没有，内馅刚才用炒。哦，内馅是用炒的，外面是用蒸的。啊，20分钟就好了。20分钟。As you walk every day.The price you will pay. 好，出来，要出来，出来。哦，我的手，哦，好，出来，出来，还好吧？
来来来，烫烫烫，出去出去，我烫烫烫，烫秀姐，你先走，你先走，没有没有，我先走开。阿芳在那边，阿芳在上面。抬高抬高抬高，小心哦，小心秀三，秀三比，哇，好 OK， 哦，三二一，哇，好漂亮哦。这我们猜的花，坐坐坐坐坐坐坐，来，我跟你们介绍一下，来来来，可以吗？这是你们没有红豆点的，是就是咸的，对，这是我们超贵，对，有红豆点就是包红豆，包红豆甜的，里面都是我做的，而且我炒的香不香？香，香，好不好？香，好，好，外皮都是他做的 ，yes， 哦，哎，真的漂亮，但是呢，超花贵呢，其实也很有趣哦，它外皮很香，是，但是内馅也很重要。以前的捕捉好累哦，没有机器。叫谁来干的？他叫 A 柜了。啊 ，A 柜，阿妈是不是 A 柜 ？A 柜 ，A 柜，他在用手对不？掉了掉了掉了，有暖有暖的，现在还好有机器。微微啊，他的枪有微有微了。阿秀姐，请问他叫什么名字？五羊，五羊，我告前面我说他谁，我说他是，他说羔羊，羔羊，小羔羊，羔羊，他已经把他看成猎物了，对，羔羊，啊，豆子孔在朱启林，你在吗？哈，啊，这位，丁丁，丁丁，哎，丁丁，帅不帅？帅哥，我喜欢这个大小，我喜欢这个大小。哎，好，这个大小。你饿吗？这个大小，我饿。你那个是包的最大的那一个，那个他包的。那最大我不知道有没有熟。那红豆哦，好，那红豆。哇，跟你想象的一不一样？一样，跟你想象一样。嗯，好可爱，可爱。它里面是放什么？那个是甜的。先吃先。你是吃甜的，真的好吃，好吃。这个怎么吃？关键，我喜欢里面有一点胡椒香味。嗯，对呀。对不对？对呀，没错。它油香香。谢谢，来 ，give me five 啦。你厉害，他动作，他差一点就拿悠悠卡起来逼了。我逼，炒的真好吃。超好吃的。你知道，真的，如果大家有看那过程，就知道我炒的有多尽心尽力，眼泪一直流。我叫他手不能停，不能停，我真的没停，停就烧焦了。烧焦了。哎，你炒的现在好吃哎。哎，我们这个不是用瓦斯炉呢。这个应该是我人生中吃过最好吃的超阿贵了，有更好吃的。我刚刚在房间里面去了解这个外皮，对不对？是。至少都会进来了多少次去问他？对。伟明哥，可不可以停一下？不行，继续打。对，是打不停的。当然了，我好几次不能停。我还跟我公司的人讲，我说来这节目，他说包括你房间轻松的很，舒服。被骗了？谁跟你讲这句话？他用下把你骗来的。公司啊。就我来这边，嘿嘿，真的很轻松哦。我说实在的，不这么讲，我们也很难得把你请来。对，真的不是，因为也很久没有出外景。对对对真的，自从来电五十之后，那大概是上个世纪的事。舅舅当初参加过你的节目啊。哎，小心啊！不要呛到哎。他刚刚就他就是那个时候站在那边准备等人家后面有没有拍手。没有，哎，这个是不是他？是不是他这样？对啊，对啊，对啊。你那时候是不是跟伍佰同一集？伍佰有去过，本名叫伍俊霖。嗯，他说还有，说谁？还有谁？还吴宗宪。哦，对对对对对，宪哥。嗯，碰哥去过吧？也都来过，很多很多很多，你想象得到很多都来过。嗯，你们也可以吃个红豆，可以。红豆馅很香，我对甜的实在是。我跟你讲，那馅豆，红豆是我自己煮的。我包的都是比较圆圆圆的，我看都是有这样揉一下，它都有揉，像这几个都是我包的，嗯，我都知道，那是红豆好，所以滑下来的都是我的姜，哎，哇，这个红豆很香，这个我很可以，这我很可以，我也好吃哎，这个超好，我非常可以，红豆日餐。反正有一些包子上里面放这个红豆的馅，这个谁啊？这个谁啊？啊！这个导演都可以手都可以伸进来，这个真是。我跟你讲，那就是我们讲太厉害了。对对对。就像那个台湾猕猴啊。因为呢。看我们在这边吃，他心里一定觉得，有这么好吃吗？好不好吃？好的，是不是？真的好吃，哇，真的好吃，哇！我又学到一个新技能，哪一个新技能？
拔草啊，贵拔草，拔草，拔草，拔草。你我跟你讲，你们只看到这个东西，你出去野外，你绝对不知道它长什么样子。是哦，对，嗯，但是呢，相对的，我们只会拔草，拔草以后，就我们也不知道怎么。你要靠你们。其实经过这一次，对对对，这个节目的洗礼。我们阿秀姐的教导，我们都可以去摆摊了。对对对，真的，就完。因为我把功夫全部交给他了。对对对，他炒的特别好吃，特别香。哎，今天秀姐一直在称赞我，你们有没有拍到？有有，你们知道他是我的铁粉，你们知道吗？那你会不会劈腿？不会。朱丽姐，朱丽姐，来，既然秀姐是我们的铁粉，对，一定要大家来一次。对，除了我们开场，一直到今天。都要跑跑跑，都在跑，在电视上的人哦，就是要一起跑，你们要站起来哦。很简单，我先分解动作，好，分解分解分解，右脚先，右脚先，好，跑跑跑，向前跑，啊 ，1 2 3 4，跑跑跑，向前跑，哎，不错，哎，然后经过小脚和大岛，经过小脚和大岛。哦，往这边跑两下，往这跑两下。好，我们从头喽，从头，从头，正式来 ，1 2 3 4，跑跑跑，向前跑，经过小脚和大脚。等一下，为什么你叫的跟我叫的跟我叫的不一样？怎样嘛？你为什么叫的都不一样啊？不是啊，上好吃，你知道吗？太好吃了，这个变革要做，我以为跑跑跑应该要向前，是吧？向前。最后一次好不好？最后一次，就这一步，跑跑跑，向前跑，经过小脚的大脑，跑跑跑，向前跑，直到永远不原谅。闭嘴！闭嘴！闭嘴！我你莫劈腿。好，你们那个谢谢，这个带走了，要搬，真的，来报到，来，来报到报到，拜拜，修姐谢谢，修姐谢谢，拜拜。他不见了，等一下回头这个不见了。啊，拜拜，拜拜，拜拜。这好晃哦，我们这是我们的缆车宝宝，所以要小心了。缆车宝宝。所以你的人现在是迫害我的贾斯汀哦。哎，就是我，你好。刚走这个路啊，是爬这个坡啊，是就很喘哎。哇，他已经上去了，好大哥加油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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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哇，好高哦！大哥，可以吗？加油！加油！加油！太高了吧！对对对对对对对，小心小心小心！很好很好很好。哇。你这个要拉起来，腿软，好，啊，这时候再把 OK， 抬起来，腿软，不会，好高哦，高哥，这是你第一次这样吗？第一次，因为我有巨高，你有巨高，我现在还劈腿的姿势，你要多少钱？连做这个节目都要劈腿，包总先出，包总，包总先出家，我想包总先出家，带头吃，好像这嚼饼干一样。那哎，为什么我们感觉像吃虾？你好像在吃昆虫哦。你是那种呱呱呱，绿叶哦 ，green leaves 哦，这边还有小小的朵花。哦，不要吃虾，我吃花了。Everybody was kung fu fighting。They fought with expert timing. From the other side of town, they said, "Here come the big boss."